来吧来吧来吧，我配合你，来，Let's go！ 你竟然穿裤子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今天是阿神跟我玩1.2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那个还没有死的老妖怪。老妖怪还没死哦。退休就好好退休吧，真的是。哇，哎，退休不能够玩麦块啊，不能够来蹭蹭你哦，你现在流浪正旺哎、欸。没了没了，现在要持续，现在跟你的要持续延上才有机会。对，现在跟你的名字凑在一起就会出事，我不知道我今天直播完会不会出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今天要干嘛、啊？今天是你邀我的，今天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今天有准备了几件事情想陪你一起做，想跟我一起做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做。那这件事情呢，首先是我想先去开箱一下，我先跟你前提啊，我先跟你前提回顾一下下，我在上一集的时候，我在我家的，哎、欸，我有更新盖一条路了，来来来，从这里啊，从这里新盖一条路，这里，你人在哪？上面，在这，来了来了，走这里，沿着黑黑的地方走，哦，通往哎、欸，通往我家哎、欸，对。欸、对哎，通往我家哎，不用再走崎岖的道路了。兜贼啊，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。刚开通的，刚开通的。台风天，这是什么？台风天来才刚开通的，你家已经被炸了。啊，温刀嘞，温刀去对啊，温刀不去哎、欸，他是遗址哎、欸，遗址、欸。你有看到是谁炸的吗？你自己是不是放自己放的吗？但问题不是我啊，问题不是我炸的，一定有人踩了。观众看，观众知不知道啊？狼人杀，哎、欸，各位，在那个秋风的影片还有我的影片底下留下你们觉得凶手是谁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啊，这样子好了，留最多言的那个家伙，我们下一集就去找他家。留最多言的不是巧克力就是黑鱼啊，对吧？我们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凶手，只要留最多言的那个家伙，我们就去找他家，他就是凶手。这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伺服器。去你的底下啦，你的是哪一个？对，我的是正下方的那个。走，我来给你看一下我的二号住所在。这里啊、对，下面的这个地方，没错，就是有点难走。哎、欸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在我们那个老妖怪的时代的时候，有一个，我记得啊 ，Underground 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里已经太不 Underground 了吧？哪有这么清脆？欸、我上起来的时候不是长这样子、欸？你每一起来都长不一样，都被别人恶搞。黑羽说：“我太久没上，是你家长青苔，什么意思？”黑羽讲的。黑羽说：“太流都是黑羽逼我的、欸、哦，所以是别人来撒的。左边有共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 Alan。你还记得我们以前那个老妖怪的那个时候？你我以前是 Underground， 然后你以前是亚特兰提斯，还记得吗？老妖怪的时代，真的是老妖怪时代。还有另外一个在天上的是谁啊？你还记得吗？还有另外一个在天上，天上的就是老皮吗？水狼吧。”是水狼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、欸。各位可以留在底下留言区，帮我们两个老妖怪稍微回忆一下，好吗？只有老妖怪的世界。真的。今天要干嘛？今天要做什么？啊，对，今天，秋风，你有去过地牢了吗？我还没。地牢这个吗？这不是地牢啊！不要。这个吗？是这个地牢吗？这不是地牢，我们等一下地牢。我已经准备好一个神奇的坐标了。我请了一个打手，然后请他帮我找坐标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去地牢冒险，然后来就稍微更新一下我们的知识。我不像你啦，就是我是那种就是虽然玩了很久的老妖怪，但是对麦块就是知识大概是负。我以为你说的地牢是这个地牢哎、欸，就是撕裂密室没有是不是？对，你有去过吗？我有啊，就是这个啊。不是这个啦，我看起来像是里面的怪物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试炼密室就拿是那我手上这一把啦。哦，你讲了，我靠，两个老人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，这是什么啊？你一直以为我在讲你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以为你在讲我这个老妖怪、欸。你拿着看一下、啊、这一把、啊、重锤啊，重锤，没用过对不对？这个是麦块，没有，怎么用？揍人吗？揍人吗？你从高高的跳下来揍我就可以用了。考验老人的麦块跑酷吗？来喽，来打我吧！三二一，哦，好不好玩？好看我哎、欸，会挂掉吗？换你，我要试试看。会挂啊、一个裤子有机会会挂，只是没这么容易而已。我踹踹看，我踹踹看，我看一下有多痛。
哦，剩下两颗星，很痛哦。我刚才还好哎、欸，很痛哎、欸，没有没有哎、欸，我刚刚穿全套了。你可能是穿全套的关系、啊欸，所以它越高越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越高越痛，而且这一只有风暴，你看它有风暴，好猛哦！所以你可以打了之后还可以再往上弹，无限疯狂弹，是吗？对啊，对对，你只要一直有打到东西，就可以一直弹，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咚咚咚，太有意思了。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带我去地牢？它是必出吗？我想要一把这个。它没有必出哎、欸，它要看运气出好不好？有抽到送给你啊，有抽到就得你走啊走啊走。好好好，那我哎、欸，我要先把这个门敲掉，这不知道谁放的，坐标吗？我来看看了，出不来，完完全全出不来。我看一下坐标在哪、哦。那你坐在我身上好了，然后我带你去这个神奇的位置。好啊好啊，我虽然我不太会飞，你坐得上来吗？坐上去了，我看不到你在我身上。好，我先刻个面包，你稍微等我一下下。我怕放太大会撞到上面呢、啊。来喽来喽，我看一下哦，那个位置是在哪里？-889。你真的会飞吗？我很怀疑你耶。会啦，没有飞起来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我忘记穿轿子了。没事，意外。你真的会飞？来喽，会。负多少来着的？-889。好，来。嘿，哎、欸，有，可以，-889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有，然后我们还要到-251，对，没错，朝这个方向前进。秋风，好恐怖哦！你坐在你身上飞，好恐怖哦！怎么听起来像三宝的危险驾驶啊？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来，但我们从这边挖下去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，开挖！哇，是老人都这样挖的吗？不然要怎么挖？老人都这样挖的吗？我用铲子好了，你用石子镐。等一下，怎么样？这里好暗、喔，太黑了，是不是？火把之类的吗？有在家里，那就是没有啊。欸、你都不怕有岩浆哦？我只知道现在的麦块可以到很深。有岩浆就再来一次吧。你刚刚听到狗狗的声音吗？没有。为什么那么深有狗狗啊？嗯，算一下下。这个是真假的？哦，有，哦，这是我的狗。有吗？什么时候这是你的狗？我吗？旺旺，这里啊！你被狗咬死了！我就想说，怎么会有狗？我有打到你吗？我什么时候打到你的？你怎么被我的狗咬死了？我的狗太不听话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Good job！ 你的头啊！我要赶快把你的东西收起来。可以给我个十字镐吗？如果有，我再丢你的东西给你。有了，收到，有，吸到，阿里嘎多。还有什么东西？我来，你的烤应该煮，要谢喽。还有什么？哦，玛丽的帽，还有那个路易吉帽，你就带着吧，好不好？哦，送给你。哇，嗨哈基，三个老人，不行，这边的老人味越来越臭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这边更老的哈基？这边老人味越来越重了。哎、欸，你知道秋风，我一直从来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。你知道我第一个看你的作品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第一个看你的作品，我甚至不太确定那是、哦、那个哎德瑞亚是不是？不是，不然就是那个苦力怕地图嘛。苦力怕，没错，那是你的吗？是我好老、哦，那是你的吗？好，老人味好重哦，我不要再考古了。我已经就是我的脑袋中一直有，不要再讲了，我不想听。好，找到了，好像是，声音越来越近的感觉了。有哦，连敲石头的清脆声都不一样了。网上。我以为是谁在吃东西，吓死人了！等下吃东西都不行了，现在这么严格了。我想，哈基都会突然冒出来，我想说谁在我背后吃东西啊？除了我，然后是 him 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要转头就是别人，就吓死！好像又远了。你会不会找到的时候，我女儿已经回家了？我尽力，等一下，往这里，没错，往这里没错，直接往前走就是了。太好笑！等一下，再挖了、啊，不一样的东西，看起来不一样。没有啊，只有历史、啊。看起来，
就感觉起来就是不一样啊！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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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一样啊！有 feel， 有 feel， 我扑你！你要有点信心，好不好？要有点信心。521快到了，现在我们这边来到了，哎、欸，又有钻石了、欸，哦，有信心，有太多钻石了吧？我有，我有，欸、我超不会放，多挖一点。哎、欸，怎么？哎、欸，你现在知道遇水要钻石才能用吗？哈？什么叫遇水要钻石才能用？就是遇水模板要钻石复制、欸，哎。遇水模板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老人味又飘出来了！救命啊！什么是遇水模板？再往前三十个啊！秋风，秋风，秋风，秋风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终于哦！有了 ，finally 哦！哦，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、欸，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。这怎么好大哦？哎、欸，我忘记带这个了啦、哎，那个药水来了，哦，到了，啊！你赶快穿装甲，不然你会、啊、来不及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怪物啊？长得好丑，他为什么戴墨镜啊？这是我的材质包，哎呦，背后好高哦。哦，那个、哦，哎，哈记怎么在这？他不会是先把这边东西清空了吧？他不会把它清空了吧？箱子都箱子哦，箱子都会是空的。哦，这里每个人的奖励都是独立的，喷出来的东西没有了，神怪箱没有。哎、欸，这里有200钥匙，来了，出来了，钥匙，钥匙又是什么？他是要打开吗？还是他既有来啊，所以他喷了3把。哦，我身上好酷哦。对啊，他既有。为什么现在麦块？为什么现在麦块玩起来那么像模组啊？嗯，对啊。这里有箱子，你可以开啊！这里。哦，所以钥匙是打开这箱子的、啊。对，好酷！哎、欸，你拿到不一样的东西了、欸，恭喜你！这是什么？我拿到了什么东西？就是一张纸，图案。对，一个图案。还有一个，那我可以哈基开好了。哦，它里面的最大奖就是你刚刚拿到的那个铁锤吗？巨锤。那个没有，这个一般的不会有铁锤、欸。一般的不会有铁锤啊？对啊。啊！这里还可以重复打吗？还是就这样就没了？没了，半小时后可以再打一次。哎、欸，有药水了，可以直接喝了。药水是干嘛的？我们要喝喽，会比较强哦。好，可以再打一次。哦、有没有？他们来了、哦，这是更强的怪物吗？对，更强的怪物。他们有比较强吗？更多波了。哦哦哦！应该不是更多波，应该说有比较更多效果吧。啊 ，OK。反正就干到他们就对了。对啊，你看他这个有喷一些药水嘛，他们就会有一些效果。啊，这个很痛，我先走了。我靠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就这样子。我靠！闪人哦！不是，麦块怎么玩起来跟我以前的麦块差那么多啊？你要保重、欸。等一下，怎么飞来飞去啊？那个就是那个、啊、风御风使者。哦，还叫御风使者哦。对，哎、欸，喷钥匙了，喷钥匙了，我拿到了。它的那个特殊的宝箱长什么样子啊？就三个头在上面。哦，很像凋零那个样子吗？就跟钥匙长得有点像。OK， 了解。我一直往下掉，这里是哪里？嗨，秋风，你也在楼下、啊？对、啊，我也被打下来了。这个到底是？哇，哎、欸，这结构也太大了吧？这个是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只有一个。對啊、这结构也太大了吧，就很像地下城啊！靠靠靠靠啊！你说麦块当卷哦？对啊，你说那一款失败的麦块游戏啊？失败的，我觉得那一款已经没这么失败了、欸。还有更失败的，对啊，你说后面那一款，你说后面那一款对不对？没错，后面那个才是失败中的失败。我刚刚已经完全忘记他还有那个作品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我用了铜灯啊，我刮铜灯，你可以过来刮一下。什么叫这一个？什么叫刮铜灯？你过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這裡拿斧头刮一下它。我没有斧头。你没有斧头？这个斧头。我傻眼，這個、有没有？刮铜灯是什么啊？斧头的，你丢的。OK， 我掉的是银斧头，按右键吗？火会消耗耐久度吗？哦，会。哎、欸，这边，这上面有一个哦，看到了，水哦，水哦，来了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看到了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像麦克当卷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、行，哦呦，小僵尸，哎、欸，我如果让小僵尸戴路易吉帽，僵尸可以戴路易吉帽吗？可以，他们说的蟑螂就是这个啊，
他们还有在伺服器里面放蟑螂哦？有很多人恶搞别人，就放这个好不好？你真的要小心，啊，你一定会中的，你一定会中。好恐怖！我先吗？那我就先插喽，三二一，嘿，逢凶化吉。哎，欸，拿到什么东西？模板是干嘛的？就是增加你的那个盔甲样式。什么？现在盔甲还有样式，哦欸？我中了！我中了！那是什么？我中了！那个弩嘞？那个弩嘞？那个弩看起来也很猛哎，欸！马上丢一个给你，做出来了！耶，yeah ！我是好秋宝！耶，yeah ！中了！这个弩没有很好，这个弩才耐久二而已。它的几率很低吗？还是其实很高啊？没有到很高哎，欸，好猛啊！我中了！换我，我也相信我可以中一把的。只能开一次而已。啊？只能开一次而已，再去找下一个。想开还不得已嘞。我以为可以开两个哎，欸，没有，没这回事。我这次要第三号，我这次要三号位。那我先让我谁？好，不可能又一把啦，没有人天天在。哎，欸，只有两个而已，为什么只喷这么烂？校正回归，对，校正回归，哈基。哈基，你这样子我都看不到你喷什么。对，完全看不到。哎，欸，有附魔书，抢走了。哦，啊，强大啊！破甲烂走。破甲又是什么？现在以前有破甲这个东西吗？那个是锤子上的专属附魔啊。哦，好啦，各位要中喽！各位如果这边中的话，我就把我的 Twitter 的名字改成叫阿坤，不叫阿神了。准备喽，三二一，开箱！来了！金苹果，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，没了，哇，啊，可惜，抢走你的金苹果。谢喽，那边试炼宝箱，欸，有喷钥匙，这里一个，哎，欸，我喷到，我吸到三个了 ，sorry， 一人分一个，你一个，哈基，那这次哈基先开吧，哈基你先开箱吧，换我二号位了，天上那是什么啊？有剑要下来嘞，欸，哦，那个不用理，剧毒剑，哎，欸，又中锤，欸，哦，哈基中了，救我！就我没中，就你沒什么？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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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可能？来喽，三二一，出货，各位，百分哎，欸，CD 唱片哎，欸，有唱片没机会了。唱片是什么？我要唱片干嘛啦？听歌啊，麦块的新歌啊。我印象中麦块的新歌是地狱那一首，那个地狱猪人的那个，欸，我也没有咚吱咚吱的那种。蜗牛没有什么，但你也没有，你跟哈基都个人一人一把了，啊，就我一个人，哦，没有中两个，还想中？太贪心了吧，太贪心了吧。好了，走了，回家。我运气怎么那么差啊？哎，欸，十分之一你们也可以这样一直狂中，欸，哎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果然抽卡游戏，我们靠的是运气，你靠的是财力啊。我靠个财力的头，我也想靠运气啊。这十分钟我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。我们等一下，因为平常我前面找的几个来宾啊，都不太会盖房子啊，就你比较会盖。要盖房子，你要盖在哪里？地底下都变成这样了。不用盖房子，不用盖房子，就简单盖一个什么东西，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的东西。我们把村民运到你家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哎，欸，哦，你说让我家变成很多很多爸爸在的地方吗？对啊，欸，好像也可以哎，欸啊。好啊，那我们来运村民，可是路很长哎，欸。哎，安娜，来得及的好不好？来得及吗？运村民好，啊，我就信你一波，铁轨铺一铺就到了。我就信你一波，好啦，抵达啦，抵达了，放下来。喂，哎，你先连一条路到山上啦，然后我就可以把铁路盖回来了。哇，那我思考一下怎么连呢，啊？哇，这到山下很难连呢，欸。有吗？到山下超难连的。我们硬连啊，硬连就好了。硬连吗？好，这样应该不够。连到你家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到我家。美化不用，我们只是要运村民而已，等一下就拆掉就好了。没错。哎，欸，我有 OK 好，你就是说先单纯运村民是不是？好，对啊。那路径也都不用思考，我们就是硬连。对，硬连不用思考，有什么好思考的？好的，不用。
这里摇，这里摇，这里下去好了。那我们先这边开一条路，然后秋风从这边下来，然后这样子下来，这样子下来。你自言自语的毛病越来越重了、欸。退休过后，没有人陪我讲话。你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想问问哎、欸，你家的那个村民制造机可以生出多少只村民啊？24只之后就会自然死亡了。他就是困在里面，要是没有被救出来的话，他就在里面就直接挂掉了。对，就是急会急死啊！太残忍了吧！这对伺服器也比较好啊，就是不会生太多，不会那个到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数量。你的发言很像，你有没有看过《复仇者联盟》？复仇者联盟，你的发言挺像萨诺斯的、哦。哎、欸，我以前也不会限制数量啊，就是可是一直升对伺服器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、啊。的确啦，的确啦，的确、啊。所以什么？好恐怖哦！真的被你说对了、欸，时间刚刚好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时间刚刚好，好强啊、哦！好了，我们就把所有村民送到你家来了，没问题。先来个，我想想看，先来个20只吧。矿车是能够重叠的吗？不行，所以麻烦。哦 ，OK。好了，你可以按了，你可以发射了。来喽，谁是我亲选？我要翻牌喽。没有了，全部都会运过去，也不用翻了。哦，不用翻牌吗？三二一，运。拼命发射！冲啊！阿神发射了，射了，射出好多小孩哦。哦，哎、欸，怎么有空的？哎、欸，后面没有啊，没村民了、欸。啊，只有两个、喔，两个而已、欸。这么快哦、喔，是不是被人家偷打了？啊，射、啊、我，射完了、欸。啊，这么快哦、喔，阿神那么不济哦、喔。弄了老半天才两位。对啊，什么、啊？才两位？告什么鬼啊？改天。下礼拜上线的时候，我再来一个一个把它载回家。那这条铁道先帮我暂时留一个礼拜，好不好？不行、啊，我先借用一下，不可能，不行吗？留不下一个礼拜吗？太丑了，是不是？这么丑，当然不可能。不能够借，这么快就射完了？借我一个礼拜啊！我以为我很持久啊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对啊，我以为《邪恶帝国》很持久的，不是啊？怎么就三秒就没了？就只有三个而已、欸，好啦，可以了啦。想象中的，可以了啦，讲那么多，哎、欸，老了老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我的问题？你，我邪恶帝国人太少了。我觉得秋宝必须负一定量的责任吧？是不是被人家杀了、啊？欸、有可能哦，被人家偷走、啊。我们要找出凶手是谁。下面留言有谁？怎么跟影片留最多名字的，炸他家，炸他家。没错，我用村民炸他家。我就说你用邪恶帝国所有的村民直接把他家灌爆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像可以耶、欸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谢谢阿神呐、啊。谢谢秋风，老屁屁回去恶补一下，真的快吗？真的，哎哎哎哎哎，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先问问你，如果改天我找你玩 Minecraft 的跑酷的话，你会答应我？我不会答应你，拜拜，拜拜。